他们把我拉得太远了，自己已经再没有那种激情去冲了，就想着顺利安全的把关跑完就好了。我莫名的看好他。哎，控车很厉害哦，你看。哎呦！为什么不行？这把如果再没有到位，就真的悬啦。哎。他已经两次了，当他要由前往后倒的时候，他先往前溜一下，这个很少见的。好了，两分钟的时间到，继续完成海螺湾。哦，鼓怎么有了问题？如果敲不到一面罗浮鼓，被罚时3秒钟。快，他开始追求速度了。在高速过弯的时候要撞到这个小小的机关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啊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哦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敲到了，这个反而了，这个最难的反而他搞定了，最难的他反而搞定了，所以还是心态。到目前看，很多选手呢都会心态毁在这个刚才的水平上。好，收车。自己途中还是可以快，但是还是没有快，因为他们把我拉得太远了，自己已经再没有那种激情去冲了，就想着顺利安全的把关跑完就好了，就这样。霍廷俊最终通关成绩1分29秒。